1月11日，甜美辣妈孙怡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一组宅家日常照，并附文写道：“第一次还算成功哦，尽显好心情。”宅在家中的孙怡亲自下厨为女儿大福做甜品，新鲜的草莓洗净，沾上一层白巧克力，最后在表层撒上五颜六色的彩虹糖。而为了避免巧克力酱沾到手上，孙怡还特意在每个草莓上插了牙签。心里细腻，对于自己做的这道甜品，虽然步骤简单，但孙怡本人还是很满意的。在晒出的成品照上 P 上小兔小红心，这少女心完全不输女儿。另一张照片中，孙怡抱着女儿大福仰靠在沙发上怼镜拍照，大福戴着毛茸茸的黑色帽子，露出圆圆的小脑袋。怼镜拍照的孙怡画着精致妆容，冷白皮简直不要太优越。虽然女儿并没有露脸，但看孙怡的状态和女儿在一起完全不像母女，像姐妹。